News。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甜蜜的任务》，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甜蜜嘉宾，他就是张翰翰哥，欢迎。所有芒果 TV 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翰。我是新春的节目，所以请翰哥帮我们在这里写下对大家的新春祝福。好。新春快乐！好，谢谢谢翰哥对大家的祝福。那其实因为这几天。包括小马，就是天宇跟他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之前亲子姐也来过，然后其实这两位你的好友都有留下一些什么给你，我们一起看一下。 Hello， 张总，好久不见。我的任务呢非常简单，把我们客栈的女生按照美貌排个名。你是最后一名。现在让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我真的想不起来我要给你布置什么任务，所以我觉得我要做一件就是完成你的愿望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场唱几首歌给大家听，谢谢。我现场唱一首歌给大家听。翰哥是先唱歌还是先排序？你这该死的温柔，你这该死的温柔。好，那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的客栈四美排一个顺序。青子最后一个了，只有青子倒数第一。青子最后一个，只有青子倒数第一。你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其他都难，在我心里都很美。其他三位并列第一。其他三位对并列第一。对，以上言论仅代表翰哥个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啊，是代表本平台就是选出的四美排序啊。好的好的好的，以上言论由翰哥个人负责。说到客栈嘛，因为你们在里面相处也非常愉快，今天也想听翰哥对其他的成员都有什么印象，就比如说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可以从老板开始。哦，老板尽职尽责，是一个优秀的老板。那从老板处理，除了账算不好以外，其他都非常优秀，帮助到我很多。心如姐，知性温柔，蕾蕾年少有为，充满了冲劲。小马很温柔，很善良，很爱怼人。我兰迪觉得她是内心很善良的一个女孩，所以我也很欣赏就是她在表演上的一些天赋。青子，对，青子是一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包含了我们东北女性所有的优良传统。所以其实从客栈里能看出来，你们几位管家啊、老板都有各自的性格。谢谢翰哥对大家的祝福。说回客栈，因为我觉得翰哥在里面这一次给大家展现就是一个精致 boy。所以你生活中也是这样吗？就是头发要一丝不乱，然后被子也叠得特别整齐。一看你就没有看客栈。你很精致啊，那里面还好吧？我觉得我有看，就是说你那个你每次只要经过那个镜子，就是不放过任何一面镜子。就那么两次啊？那我真的只看了那一期。KO。 你只看了第一期是吧？所以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大家其实每一天很辛苦很累啊，灰头土脸。所以就真实是渗入到客栈的工作当中去了。对，而且我生活当中就是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你不管是拍戏还是出席活动，然后都是打扮的就是很整洁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更希望自己就是更随意一点。对，你在客栈里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成为了女性至理名言，就是女生多大年纪都该像小女生一样。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就不管女孩多大，她虽然是比你大，但是你永远要把她当成小女孩。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名言？是你自己想的吗？那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和朋友的相处和接触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真理。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身边的朋友还有你关心的人，然后他们可以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哦，感谢汉哥教我做人。好，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接下来请上道具。任务一，爱豆请回答之心有灵犀。张翰回答任务本上提出的五个问题，每个问题背后都有我们随机接访汉堡所得出的答案。汉哥和汉堡能否心有灵犀呢？爱豆张翰，请回答吧。第一题，汉哥会如何找借钱的朋友催账？你觉得他们会觉得你会？但是这么一点。但是这么一点空白处能写得下我想说的话吗？就是精炼连结应该的。会如何找借钱的朋友催账？堂主，阔气的堂主。我很少借钱。如果真的有的话，就很少很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粉丝的答案是不会催。对，汉哥不会催。你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Cool。好，那下一题，汉哥手机相册不能给人看的照片。自拍照。哦，我看一下。哎，果然对了 ，bingo！ 来下一个，汉哥喝醉后会怎样？喝醉后很清醒。啊，真的吗？对，脸红。哦，更清醒，真的很了解。来下一题，汉哥在机场收到最奇葩的礼物，西兰花吧？西兰花吧？嗯。Hey。What？ 花花花。怎么样？哎，蓝还打错了，导演组是什么情况？花花花。好，来看下一题。汉哥如何给冬天起床困难的粉丝录个硬核闹钟？哦，这个好难哦，这一题。尤其东北的冬天会尤其难起床。亲爱的，亲爱的，太阳晒屁股了，快起来吧。亲爱的，太阳晒屁股了，快起来吧。啊，这个可以一样吗？我觉得。哇哦，温柔起床铃果然是。好，我们看来除了第一道题，基本上全部都回答正确。OK， 好，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互动其实是一个祝福，也包括要送礼物给汉哥，也是汉哥的表现直接影响到你的粉丝能获取多少礼物。任务二，甜蜜的任务之非你莫属。游戏墙上有几朵大小不一的心动小桃花，张翰需要在100秒内将球扔进小桃花内，每进3球即可为粉丝赢取一个新年娃娃。让我们看看汉哥能为粉丝赢取多少甜蜜的新年礼物吧。我们这个板子上有几个洞，然后呢，洞越小礼物越大。对，我们投中3个就可以得一个，你想第一个把哪个娃娃送出去？就是上边那两个，那个 Mickey 和 Mini。OK。好，来，第一球。不是，试一下嘛。现在开始，1、2、3。好。好，第一球，第二球。这么难？我们往前一步可以。没事。哎呀，你这有洞吗？有，真实的洞。他真的是动物。没事，我们前面都对热身热热身，冬大冬天的海南也挺冷的。一个，哦，第一球就中了啊！第二球，哦，第二球，再来一个就可以。一个娃娃。哦，才一个啊！对，平常会玩投篮机什么的吗？会啊。技术怎样？还挺好的。跟这个比，哪个难？这个难。好，第二个娃娃中了6球。好，
我们把这剩下的几个扔完，哎，我觉得应该可以。哇，连环中，找到感觉了，我觉得肯定还可以再有一个，这就可以了哈。可以可以啊，甜蜜的任务成功。小马很温柔，很善良，很爱怼人。我俩相爱相杀吧，我当时也是没得选择了，所以选择了汉哥。他天生就不能当小弟的那种，他一定是当老大的那种范儿，知道吗？然后在现场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天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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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永远都在叫天宇啊，天宇啊，干这个干那。